墨镜全长100公里，分10段，这里就是第一段起点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浪茄，全程大约10公里，八成路围住万宜水库，条路都算平坦的。万宜水库是香港储水量最大的水库，水库是1978年起好，和船湾淡水湖，即是大美督堤坝踩单车那里，都是围封海岸兴建而成的。简单来说，就是山和山之间起一道道大堤坝，然后抽走堤坝面的海水，改为储存饮用的淡水。万宜水库起了7年才完成的，你说工程几咁浩大啊？水下面原来淹没了很多条村的，村民当然一早迁走安置了啦。水库的英文名是 High Island Reservoir， 中文名呢就以浸了的一条大村万宜村命名，叫万宜水库。是啊，成班牛棒过嚟嘅。真是石屎路。这里的牛多到十足的农场感，为什么呢？问下 Google 大神先。的士不行哦，大约10年前，渔护署开始帮牛牛绝育，又将在14乡、西贡市中心和浪茄活动的黄牛迁移到这里西坝下面的水上活动中心附近。慢慢啊，他们慢慢走的好不惊，都习惯了的啦。他们这里都是沙沙石石，那些牛吃什么啊？我哋一直行嚟，路边树下面铺咗好多草料，点解呢？听闻有慈善团体请咗2部绿的，每日车啲草料入嚟喂佢哋咯，绿的先可以驶入嚟呢度禁区范围噶嘛。
好牢嘈嘅，都系载住游客噶噃。系来回东坝嘅 的士咯。自从东坝搞咗个地质公园，牛车揸路就日日上演咯。树荫下面多好多牛屎，可能就系咁样滋养咗一啲植物，开花都特别靓。的士停在那裡，相信這裡轉個彎就是東坝了。東坝了，好大一塊石啊，好像船樓一樣。打個卡先。其實它是一個紀念碑，紀念起水庫那時候死了的工人，上面還刻了他們的名字。六角形岩柱是东坝热爆的打卡焦点，有1亿4千万年历史那么多的，是火山爆出来的。搞了个地质公园之后，多了洗手间、步道啊，咁游客打卡就非常之方便了。还有专线小巴，甚至的士一的就到。不过我们慢慢走过来，一步一步又欣赏到水库世界级的景观噃。行咗3个钟头，我哋休息一下，饮啖水，食个包先。再睇地质公园，行去蓝天白云，水清沙幼，有香港马尔代夫之称嘅浪茄。请订阅 Lemon Tree 柠檬树频道 and comments below if you enjoy this video.